大家好，欢迎来到梦丽的视频。因为周遭的朋友呢，很多都是肠胃道的问题很多哦，有些是便秘啦，哦，然后有些是腹泻啦，哦，然后还有胃胀啊，哦，尤其是便秘的状况是最多的哦，所以说真的现在人每天早中晚三餐都外食哦。你真的很难哦，很难说不吃油腻的哦，便当啊，哦，或是一些油炸的便当啊，鸡腿排骨啊，这些都很好吃。可是你偶尔吃还好啦，哦，可是如果你经常吃的话，对身体的负担确实很大哦。那因为这几天呢，都听到朋友跟我讲说。他们便秘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哦，那我今天衷心的跟大家分享一款我平常都会保养的成员产品，就是逍遥逍遥里面有100粒那你每天早上大概3到5粒，然后持续来使用的话。一定会保养你的肠胃道，不会再有什么便秘呀、腹泻啦、腹胀等问题，所以说我们陈燕的逍遥呢，这样小小一瓶里面有100粒呢，那你每天的话使用，真的非常的方便，那因为逍遥里面含的成分都是高植物营养素的，各位要不要听听看？它的成分有红枣还有紫苏、甘草还有生姜然后木薯粉还有木瓜粉各位听到这些成分都可以知道说我们陈燕的产品都是高植物营养素的所以对人体的吸收非常的快帮助也会非常的大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很难避免这些。高油、高盐、油炸的一些便当那每天吃不觉得怎样，可是吃久了真的是会造成我们肠胃道的负担所以说今天梦丽语重心长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平常一定要多食用一些蔬菜水果。然后油炸啦、高盐、高油高胆固醇的这些便当宵夜就尽量减少这样子才不会造成肠胃道的负担。那今天呢，梦丽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款陈燕的逍遥，真的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必备的，因为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吃坏肚子了。然后是不是又腹泻、肚子痛、胃痛，这样子很多的问题，那你平常去西药房买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西药对身体负担会比较大。那今天梦丽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逍遥，是含非常多丰富营养、植物营养素的成分在里面，你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然后每天保养自己一点，那你常常保养的话，你的肠胃道就会获得改善。那今天梦丽就跟大家分享我们陈燕的逍遥那你每天一定要记得补充一下逍遥，然后让自己的肠胃道处在一个非常状况的情况下。谢谢你哦。